今天的这道餐是节瓜虾与茄子优格泥，用节瓜当底，然后还有用烤过的茄子加了优格当做它的 puree， 然后上面再用煎过的大白虾，然后因为是 party food， 所以我刚刚你的点缀上我用了绿卷。你做的菜很优雅，谢老师，我很喜欢你做的菜。我是乃恒，也可以叫我 Nathan， 毕业于澳洲蓝带厨艺学院。我觉得料理不只是生理上的温饱，更是心理上的满足。那我就是料理的心灵捕手。第九组选手们是从全联实体海选当中选出的四位精英，计时开始。第二位选手是黄乃恒。今天的话，因为料理之王盛大开幕，像一个 party， 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准备一些canapé， 就是在派对前。你可能会准备一些一口吃的小点，对，让大家期待一下，就是我们这个盛大派对准备要开始了。节瓜的话，这个就是有 canapé 的底，那我会把它厚切，然后用泰山橄榄油，因为很多人会害怕不敢用橄榄油，可是其实橄榄油很适合热炒，再加上橄榄油富含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，不管是你要做沙拉的 dressing， 或者是你要拿来就是炒啊，其实都很适合。乃恒现在在打的是什么酱？打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米茄优格泥。米茄我刚才把它的外皮给撕掉，加了一些新鲜的百里香，然后跟一些蒜风味的油，希望还有更多一点的层次。然后我现在打成泥之后，我要再加一些的优格，希望可以取得那个口味口感的 balance。乃恒你在煎什么？我在煎黄节瓜，就是把它当做那个 canapé 的底。然后因为刚才那个 Fred 老师有提到就是要去生，所以就是火大，然后给它一些颜色，那希望等一下在摆盘起来的时候，大家没有吃到那个芡梨，哦，不会吃到那个生生的菜味啦。对啊，所以你看，就它现在的那个颜色，跟我们之前那几位的选手的那个颜色，就差别就非常大，非常不一样。今天的这道餐是节瓜虾与茄子优格泥。用节瓜当底，然后还有用烤过的茄子加了优格当做它的 puree， 然后上面再用煎过的大白虾，然后因为是 party food， 所以我刚刚那些点缀上我用了绿卷，希望有点像海菜啊，还是像珊瑚啊那种海底世界的感觉，就希望大家会看到很开心，准备要迎接这个派对。我很喜欢乃恒的料理，第一个他很吸睛，如果网美拍照的话就觉得他很漂亮，可是我觉得虾有一点点可惜，也是有一点太过熟，但他的节瓜我觉得很棒，处理得非常好。你做的菜很优雅，谢老师，我很喜欢你做的菜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细节，因为毕竟这比赛嘛。是，你想如果我们在一个很漂亮的 lady 在 party 上面拿着你的 finger food， 结果要吃的时候发现虾的尾巴还在上面，是他怎么办？就是少那么一点点的细心，